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民间虎拍民间电视的中国研究院的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老朋友新嘉宾，就是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你好，和平好，听众观众朋友好。还有李洪清先生啊，你好。哎，你好，和平先生，听众观众朋友。李先生给我们做了这么久的节目啊，这个变成了一个网络的红人，网络的红人就会有一些待遇，有人就会捧你，有人就会打你，但是在我的讨论区里面呢，都是说李洪清先生虽然有这个支持川普总统的历史，但是他是一个诚实和诚恳的人，但是也有人呢说了，李洪清先生赶紧离开民进啊，走向光明。这个也是非常好玩，这就是网络的时代，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声音。彭涛先生实际上已经休息了很久，那么最近在这个美国的危机关头啊，我请他来这个稳住阵脚，对吧？终于完成了啊，组织上对你的期待啊。在过去几个月，这个彭涛先生讲出了很多的精到的政治观点啊，而且呢，彭先生现在的这个语音呢 讲话的这个口气啊，跟这个之前好像也有一些变化，声音大了一点，是不是？洪亮了一点，沾那个何总的光啊。但是我觉得你和这个吴强啊，不是啊，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两位学者啊，你们两位真的是有自己的政治理论的背景，而且有专业的探讨在讨论这个时局，所以我跟这个吴强先生啊和这个彭涛博士，其实吴强也是博士，而且你们都是一个学校博士的，你们注意到不认识吧？很奇怪，是吗？他是哪一个学校？你们一个学校的还？对呀，不会有，怎么会呢？他是哪一个学校？哪一个学校？你是哪个学校？在德国，我是明斯特大学。对呀，他也是啊，他也是明斯特的。哎呀，不能再追查下去，来追一下就是你们一真一假，搞得不好读的是假的。Westfalen Wilhelm University。我看什么时候把吴强请到这个节目里面，你们对话一下。我们这学校是德国第三大，人数最大的第三多的学校。哦，所以人数多，所以你胡平先生，你是不是也看吴强先生的节目啊？是啊，是啊。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思想？对，他们风格很接近嘛，就是有等于有很扎实的那个学理的基础嘛。另外，就发表什么看，从来不哗众取宠嘛，从来说的很平实、很中肯嘛，就是。你这个好像批评我们另外一个哥们，政治学博士王军涛。王军涛就是一上节目，我就平常听了几个小时啊，哇，全部他在讲。讲的是头头是道，但是经常就是你不知道一下子飞到哪去了，你知道吧？就是陈晓这个王俊涛，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他说的这个学术训练和这个德国的学术训练好像有些差别，是不是？德国和美国差距很大，在那个教学风格啊，这个那个学流派方面都有很大区别。但是美国是在政治学方面是领先的，一直领先，就说领导潮流。但是德国学政治学界非常扎实，非常非常实，那个就是说根基很扎实，不是那么就说轻浮啊，否飘飘，我哗众取宠那种。这一次王俊涛博士在这个他们说听到亮了，他把床给尿了，说把那个国会的暴动他讲成也可以暴力革命嘛，革命了成功了就是革命成功，失败了就是暴徒。其实他没有讲错，他只是描述一个历史上的现象，但是现在的观众忍不住啊，或者现在的读者根本不听你讲什么政治理论，一看你认为他们是革命，就把他一阵臭批，很有意思，很好玩。不过啊，这个我们先不要谈美国的事情了，美国的事情我们这一年把我们纠缠的太厉害了，平地一声春来，缅甸政变了，好不错，还给分散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注意力。那么对缅甸的政变呢，这个胡平先生有什么样的评价？你是不是认为这个政变成功之后，
这个缅甸会继续维护他们以前的那个军政府时候那种封闭的态度，还是说呢，虽然我军事政变了，但是我的开放还要进行，钱还在挣，因为呢，一个贫穷的军政府也好，民主政府也好都不行，但是一个富有的国家和政府，不管是真政府、专政府、政府还是民主政府，老百姓都比较乐意。所以我想请您评价一下，就是缅甸这次政变完了之后，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形态？我觉得缅甸政变之后，当然军政府会倾向于继续这个对外在经济上保持开放，因为过去军政府执政的时候，那经济情况很不好，这也是军政府不得人心的这个主要原因之一。那么现在的军政府他肯定会注意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对。但是呢，从情况看起来，他要做到这点有相当的难度。第一呢，当然就是本国老百姓啊，相当一批对他是非常不满，会用各种办法来抵制，而你现在你这个军事管制，它的严厉程度肯定是有限的，你又不能管那么死，还有一条就是国际上的制裁。这个对缅甸来说还是，因为缅甸它不像中国，不像那么大的国家，它的经济体量有限，所以外部的制裁呢，对它的经济，你说美国的经济制裁能够在政治上有缅甸多大影响，那个很成疑问，但在经济上肯定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比较小。那么根据我的了解，美国给缅甸的军事援助是几十个亿。这几十个亿主要是援助项目，而事实上美国在缅甸的投资排名我不知道第几，我所知道的是第一新加坡 34%， 第二香港 28%， 第三日本 10%+， 中国是排名第四是 10%， 美国好像是可口可乐还是什么东西在那个地方，所以现在的这个你比如说日本他马上就恢复了他的这个生产，他有丰田汽车的生产嘛，然后其他的亚洲投资者的探讨就是说，我们再也不能像上次这样，就是跟着西方一起去制裁这个缅甸，结果我们丧失了机会，甚至有些国家说我们走了以后让中国请不来了。现在就是何况现在美国还没有经济制裁，联合国也没有通过制裁的方案。对，现在我倒看这个最近啊，这回的这个政变呢，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考量，这个就是这个现在呢，这个就是跟中国这个昂山素季啊，在他就是军政府呢杀这个罗兴亚族的时候，然后呢昂山素季呢站出来呢，这个为军政府辩护，为屠杀这个少数族裔辩护，而且呢在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政治操作当中呢，他把很多的少数族裔呢排除在这个政治权力之外，所以呢这些做法呢都使得昂山素季呢在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社会呢，这个原来的支持、原来的盟友呢都离他远去了，大家都首鼠两端，都感觉到呢这个昂山素季呢是一个不可信赖的、这个不可靠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为了改变这个他的这个外部盟友和外部投资的这个结构呢，昂山素季呢突然就投靠到了这个中国，就开始呢跟中国去做这个交易，然后呢开始邀请习主席去访问中国，访问缅甸。他自己也去了中国。对，所以呢这些呢其实呢都是给这回的这个缅甸军政府军方呢也提供了一些新的一些口实。他们实际上也担心现在呢，如果缅甸呢一味的向中国倒，那很可能呢后续会有很多的缅甸会很快会进入到一带一路的这个框架结构当中，他们担心。所以呢这个据说呢也是这回军政府呢这个进行这个政变的其中一个理由了。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他也希望能够拥抱这个西方世界，能够让西方世界有更多的这个能够在亚洲、在东南亚能够屏蔽中国，能够使他呢能够在走这个钢丝能够继续走下去的一个
一个原因吧，我猜啊。你这个观察使我很吃惊。那彭涛博士，你认为军政府有向西方靠拢的这种想法来平衡中国的关系吗？我觉得这不可能的事情。缅甸军政府不是想，从来就没有靠过西方。就说他跟中国的矛盾是不是因为他亲西方，而是因为中国支持着北部的那些民兵组织跟缅甸政府对抗，这是历史，就中国和缅甸历史上造成的这种紧张，就军政府跟中国政府一直很紧张的关系，就是中国支持的北部的那个共产党那些武装，这长期都多几十年这么延续下来，后来呢，这个昂山素季上来以后，这种就缓和了，缓和了以后，因为昂山素季刚才这个很近说了，因为这个罗兴亚这个少数族裔被屠杀的这个事情，导致了这个昂山素季本来是受到西方欢迎的，然后被西方抛弃了，所以至少保持距离了。那么昂山素季就投靠中国。我认为这个军政府搞政变主要是因为权力问题，因为这个这次我去看报道的话，这个因为昂山素季那个的民主派阵营。就是说几乎把那个军政府就是通过这个选举军政府几乎没多少票，就是说都失去很多票数，他就是军政府在政府。军方是这样的，军方他是固定的25%的票是不动的，他不需要选举。对。他是一个叫巩法党，就是巩固法典党呢。对。他是这个军方有关系的，或者是支持川普的。对对对。啊，支持这个啊军政权的，他们只拉到了几十张票。哎，这个前面发了，前面连呢拿到了啊，这个几百张票，那个比例就是完全不相比例了。就是因为这个共和党和防昂山素季这个阵营，他们之间差距拉大，而且他认为，军政府认为，这是不仅当然他名义上说是那个什么舞弊，实际上就是说他不承认这个结果，因为这个结果导致，据说那个昂山素季他们还有计划，就是。今后就把这个军队这个权力，就说军队的那些固定的票以后就要取掉，就废除掉修宪什么的，就说这我认为仍然是权力的那个军方不愿意放弃权力，害怕自己被那个什么新的那个什么这个政府和那个政府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主要是他要比如说更开放啊，或者说更那个什么。跟亲西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确实缅甸军政府跟中国关系不好，这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也是个两难。第一，中国现在表态也很暧昧、很谨慎，那就是说希望双方的话就按照宪法和法律的那个什么程序来那个嘛妥善处理这个冲突问题，但是说中国既不敢不愿意再站在任何一方来表示表那选边站，这是因为中国在这个刚才恒健谈到这个一带一路的问题，这很关键对中国来说，因为中国如果在通过缅甸那个在孟加拉湾这个建立一个海港口的话，或者是使用一个港口的话，他们就可以中国就可以避免这个印度和美国在马六甲海峡封锁中国的这个航运的这个战略，这样的话中国就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这个海上的丝绸之路的话就打通了。但是如果军政府上来以后继承这个过去跟中国的关系就紧张关系的话，那么这条路就堵上了。而且那个昂山素季上来以后有跟中国有很多大型项目呀，这个建筑一带一路的项目在已经投入进程。如果说军方上来把这项目停止的话，那么对中国来说，这个一带一路像那个西方南向缅甸这个方向这个发展这个途径也就被堵死了，所以对中国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打击。我想中国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如果美国制裁缅甸，中国是高兴的，因为这样呢逼迫那个缅甸跟那个跟缅甸军政府跟拜登政府对立起来，这样的话对中国来说。也可能就说导致那个缅甸军政府跟过去跟中国的紧张关系也可以改善，因为他们都是现在就是中国是集权国家、专制国家、威权国家，而缅甸军政府如果掌权以后，那同样是恢复到过去的威权状态，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从制度模式和那个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看，
也可能跟缅甸和中国这个什么就是说改变关改变那个什么过去传统的这种紧张关系提供一些条件，说这个前进比较复杂，就是说现在就看就说那个双方怎么平衡，是怎么互动的，特别是被巴这个缅甸政府在政变也跟巴顿政府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惑，因为严格讲中国不愿意看见，巴顿也不愿意看见，因为都给那个美国和中国制造了麻烦。美国本来中国跟昂山素季他们关系很好的，是一带一路也开始在发展的很顺利，突然一下军政府政变，很可能就导致这个被一带一路被打住。而美国呢，明明这个本来尽管对昂山素季不是很感冒，但是用不着在缅甸问题上多花精力，这是美国现在就是说不得不从意识形态和这个社会价值观那个角度的话，必须对这个缅甸政府进行军政府进行谴责，但是美国人是不愿意这么做的，这么做是就把等于是把那个相对来说把军政府向中国推向中国。嗯，胡平，你认为就是昂山素季的这种角色，他还有没有更多的这个角色？他是为了迎合国内的民意啊，去认可对付卢新亚人，还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来讲，就是善待这个卢新亚人？那么他这一次如果被软禁了，西方就应该有强有力的力量去帮助他。但是正如李鸿章先生讲的，现在西方就比较尴尬了，你怎么去营造他？那你觉得昂山素季作为这样一个民主女神，民主女神他有什么更好的选择没有？我觉得他的选择空间就是比较小。所以外头对他的批评就是常常就陷于一种自相矛盾，一方面又批评他去这个纵容或者是这个附和军方去打压这个罗兴亚人，但另一方面呢，又看到他和军方关系搞这么紧张，所以才导致了这个政变。你这两个是互相矛盾的，那你到底希望他这个安排去怎么样做才好呢？是他当初就应该有更多的妥协，和军方更多的妥协，以便维持这么一个民主的这么一个局面，然后很多事情徐图改进，还是更坚持自己的立场，那不是就跟军方那不是就可能就是对立，这个情况可能会出现的更早那么这次事情看起来呢，因为它情况比我们一般估计的要复杂，就是缅甸本身就非常复杂，它是个多民族的一个联邦，它的一个大族底下又分很多小族，那外人一般根本就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情了，那而且它是个联邦，它各个族，它各个邦那个之间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很多邦都有自己的武装，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他们都有自己的武装的，那么这么一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缅甸这个军方一直有那么大的势力，就是他就靠一个联邦的军队才能够使这个整个缅甸维系于一个联邦之内，否则的话他担心，因为各个邦又有武装，那他们自己互相打起来了，那缅甸就这个情况就搞得四分五裂了，所以这就使得军方始终在这个，因为军方他这个就所以就联邦的军队，联邦有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军队，这样子呢他才能够对付各个邦的自己的地方的武装。这么一来呢，就是因为他一直是这么个局面，他过去的宪法都给赋予军方很大的权利嘛，你看08宪法就本身就规定很除了这个军方那个有固定的在议会中有固定的席位之外，还有一条就是都很奇怪的呀，你这个总统说起来是国家元首，又是这个政府的首脑，但是三军统帅按照他们的定义那就是属于军方的，不属于总统，不属于你这个执政行政当局的，这本身就搞得这个就搞得很分裂，所以他下面这个他这个都是很多历史原因，就这么阴差阳错就成了这个样子，所以弄得你下一步他会如何走向也不太清楚。那这次看起来显然是，当然现在我们了解也起先我们都没有关注缅甸的问题，在去年缅甸11月缅甸大选，这个昂山素季他们那个民主派赢这个大胜，胜面非常之大，那么当时军方就表示不满就指出有舞弊，希望怎么怎么样，
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双方并没有进行有效的这个沟通对话以达成一种妥协。那我想大概从缅甸昂山素季这一方来看起来，因为他们就赢得太多了嘛，他们恐怕就多少认为这个情况是不大可逆转的，所以就低估了军方的可能采取的措施。当然现在我们也很难断定现在军方他这种政变他能够维持多久，毕竟今天的缅甸是经历了10年以上的这种所谓民主化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你看得出来这个缅甸除了昂山素季他们这一派之外，那几乎没有别的政治力量可以与之相抗衡。所以这也是军方不得不走上前台。所以他这个到底能维持多久，这个真还是不一定。当然他现在说的就是一年啊，过了一年之后再怎么样再怎么改选啊，那些那他会出现什么局面，这个真是很难料想。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缅的一个就是眼下他一个政治问题，我觉得都很难做出一种比较这个明朗的一种预测。经济问题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因为既然不可能哪一方就是特别愿意在这个时候向缅甸施加经济上的压力，做特别有效的制裁，所以在短期之内呢，经济上的因素恐怕倒不是重要的因素，但政治上的因素倒是更重要。因为这件事搞得美国，你看比较被动，也是，他显然他大概先前都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么一种事情。你像别的一些欧洲一些国家，那就在前些天政变的前些天，还发出过一些声明啊，提出过一些警告啊，就是就担心，就是会出现这种所谓政变啊。那我们都没有看到美国在这方面他事先做过些什么事情，有过些什么表示。看来他主要都忙别的去了。而且本来美国呢对缅甸的影响力也有限，但造成这个局面呢，他必然会使美国觉得你原来对昂山素季很不满意，可是你恐怕觉得这个军政府上台了恐怕让你更不满意，让你更不喜欢。所以有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就是你两个都不喜欢的，你只能选择一个害处小一点的。他这么一来，我想他美国在这个事情上，他之所以难以做出决策，也跟这个也跟他原来的这个采取的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他显然是意识他原来的那个政策，从事后发生政变这个结果看起来未必就那么妥当。那么今后该怎么办？我想他除了一个很笼统的表态之外，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清晰的这个政策。好，李洪庆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下，你在越南的这一次党代会开会，你注意到了吗？这一次好像越南的党代会，这个党的总书记一下子又是这个，不是又是啊，他就是第一次现在变成这个最近几来第三任的总书记，而且年龄还相当大了，他完全打破了这个党章的规定和潜规则。那越共是不是倒退了？你认为是？应该是吧。我的感觉是这样哈，因为呢这个这回呢新当选就是连任第三届的这个党的总书记呢叫吴仲富，这个76岁了，阮正富。对，我还在那个缅甸的那里缅甸人好像都姓吴是吧？不是，缅甸是没有姓的。没有姓啊，所有的姓都是我们汉人为了翻译方便，为了辨识就给他加一个吴。其实吴是一等尊敬的称呼在那边啊，所以实际上后面是他只有名字没有姓。这个阮仲富呢，这个连任呢，我觉得这个阮正富啊，是阮富正重啊。阮富仲，这个阮富仲啊，我原来看那个越南啊，在过去几年当中，越南的这个经济呢，搞得这个蒸蒸日上的，如火如荼。但是同时呢，据各方面的信息啊，都在讲说越南的这个政治上呢，也开始逐渐走向开明。然后一个呢，就是四辆马车，这个同时走。这个国家主席啊，党的总书记、总理，还有人，这个议会的议长，四个马车呢，就是并驾齐驱。所以呢，当时呢，这个都在讲啊，说这个，后续呢要在党内搞民主，在党内呢彻底的要变成民主化。然后他们还没有把这个反对党呢，这个完全放开，但是呢，是把这个党内的民主化呢，在逐渐的，据说要逐渐有序的搞。
所以呢，这个他呢得到了西方的很多的这个首肯，包括呢像美国，美国呢在这个跟越南呢，这是从70年代的宿敌，到现在呢，这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哎，慢慢的突然热络起来了。后来像这个，后来为这个叫什么，跟金正恩的这个 Trump 跟金正恩的谈判，还跑到河内去，就可见呢，实际上这个事情呢，还是选择是。就是这个 Trump 总统或者美国呢，还是对这个越南呢有了很多的这个相互的谅解，相互的谅解。所以从经济上也好，到政治上也好，都好像达成了很多的谅解。结果没想到啊，这回呢大跌眼镜，这个突然发现呢，这个76岁的这个党的总书记，在这个前一段时间，这个国家主席去世了吧，他呢就直接就兼任了。他就把原来的4辆马车就变成了他自己扛着两，他拉着两套这个鞍子，对吧？他等于这个又拉车又驾员，所以这个形势就变了，打破了原来的平衡。然后呢，继续往前走，接着就连任。而且在前一段时间啊，说他呢这个阮富仲呢还曾经呢有过，就在去年吧，这个前任的这个总理呢也到了换届还是怎么着，然后呢他逼退他了以后呢再又进行了一些调整。所以现在呢人事的主导权呢，现在应该说他呢拿到了很多的人事的主导权和在政治上的话语权。所以这一点啊，应该说这个感觉最高兴的，我猜应该是习主席。因为习主席呢一看，哎呀，这个我们共产党的这个国家这里头呢已经有人走在我的前头了，对吧？这么着呢大家也都容易接受了嘛。我到时候呢这个20大呢我再争取第三个任期，对吧？这样的话呢顺理成章。所以这么看啊，我昨天就在想这个问题，我说是不是现在应该说过去的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或者是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政党我们真是还是认识不足。包括像我这种从这个像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或者是中国共产党这脱生出来的人，最后还是认识不足。实际上呢看来这个共产党啊，他走到什么样怎么变换这个形式，他最后呢还是会回到最后的这个状态，那就是为了抢夺这个权力，最后呢一定要把这权力呢牢牢控制在手上。你要想让他自身通过他自身的政治变革最后走向这个民主的这种道路呢看来是走不通的。所以呢这个政党只能是这么，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变化完了以后最后万变不离其宗，还会走到这个独裁，当然各种各样的形式的这种独裁，最终呢还是跟西方所认识到的这个民主和自由的这个价值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嗯，彭乐先生，你对越南的事情有什么看法吗？我对恒清的看法比较赞同，因为共产党这个组织啊是很难自己把权力放弃，然后那个什么去搞所谓民主改革的，宽松是可能的，跟西方做生意，让那个自己的那个什么权力的合法性得到更多的那个什么支持，这是他们的用，就是说是搞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考量，而不是他要把权力放弃，像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不是要把共产党那个权力放弃，最后搞民主，最终搞民主，实现民主化，搞西方的民主，不是，而是要通过改革开放让大家有饭吃，然后说使共产党的权力，就说这个长那个共产党这个什么这个权力万年长，能够得到经济上的保证，这才是这个共产党这个组织啊，我们讲这个组织。这个就是说改变自己的在经济方面的经济上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初衷，而不是他们就是说要我最后认同了西方的这个价值观和这个制度模式，然后通过经济的方式然后逐渐的把自己干掉，这是不可能的。包括戈尔巴乔夫当年并不是真要把权力放弃，只是他后来控制不了了，被那个什么保安抓起来了。如果他没有那当时没有政变，戈尔巴乔夫不一定会去搞就继续搞所谓民主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可以，这跟邓小平一样，但是他不会放弃的苏共的权利，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赫尔巴切夫当后来下来以后，那想法不一样了，都位置不在了，没有权利了，当然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我就说共产党这个苏联的这个倒台是一个不是说没有男儿，而是一个这个是那个天时地利人和的问题出现的出现了一个转机，导致了这个戈尔巴乔夫措手不及。所以说我们看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除了东欧的小国家是苏联的卫星国不能自主以外，由于苏联的垮台他们跟着垮了。其他的共产党国家，古巴也好，还是这个什么这个南朝鲜、北朝鲜，还有越南、中国，没有一个真正发生改变的。而且特别是苏联的这个垮台以后，他们更坚定了自己的这个制度模式，而不是那个什么那个逐渐的在那个什么怀疑自己的制度模式。估计个当然有之前有一定的怀疑，但是正因为这种怀疑。促使他们要重新把权力巩固起来，要重新的那个什么加稳固自己的加强那个对那个控制，特别是对制度本自己的制度和信念的那个什么理念的自信等，对和习近平搞的那套样三个自信或者四个自信，包括还有文化自信等等。所以说，我就对越南共产党这个最后要走向民主这种想法是非常幼稚的。好，那么我们听一听陶杰先生他是怎么看待缅甸和越南的问题，因为我们谈了很久的这个媒体的问题。为什么会谈到很久的媒体问题呢？就是在缅甸发生政变的几乎同一个时间，星岛日报啊，1938年37年在香港创办的星岛日报由何志国、秦国政协常委让给了一位27岁的女性啊，是一个房地产商啊，是个家族企业。那么为什么会谈到《星岛日报》呢？因为《星岛日报》是叫胡文甫先生创办的，胡文甫先生就是缅甸的华人，缅甸的华人啊，当时候在东南亚的地位是很高的啊。那么尤其是他发明了一个叫万金油啊，万金油现在我们经常批评这个文化人。知识分子，哎呀，他就是个万金油，什么意思啊？他就可以治所有的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万金油？万金油在用过吗？当然，我们以前每家人都有这个东西，特别是夏天，头疼啊，什么感冒啊，什么都这个是疲倦啊等等，都用这个，都在太阳穴敷一下，或者在鼻子上敷一下，让大家清醒了。对，很小的盒子，很小的盒子，铁盒子装的。对，红色的盒子叫万金油。后来叫清凉油嘛。对，万金油，我们叫万金油也可以。对，清凉油是不是中国的？早先都叫万金油。不是，清凉油是不是中国自己的品牌？早先我小时候都叫万金油，后来您知道吧？万金油就是从缅甸出来的。哦。清凉油如果是中国的品牌，就偷窃了、模仿了万金油。哦，是是是啊，今天跟你们讲一段这个历史。我之所以能够跟陶杰先生讲一段历史，是我恰恰对这个事情还有所熟悉，而且呢，我还跟很多缅甸的人是朋友，然后我也去过缅甸，所以缅甸的政变一发生，我就仰望星空啊，掐指一算，就是说这将是一个不流血的政变。为什么呢？因为军人全部是站在这个军人这边。它不是一个军人之间的一个好战争，然后呢，这个未来南部的老百姓上街抗议，把军政府给改变了，只有一等可能性，就是和尚上街，因为和尚是这个国家的最重要力量。我去缅甸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来了十几个小孩，全部是和尚，每个和尚都问你要钱。他是主教，因为所有的男孩，这泰国也是一样的，东南亚的所有国家都这样的，就是不印度支那半岛上面的所有的国家，所有这几个国家，他们的男孩从每个男孩都必须得到那个寺院去做这个和尚，做过几年嘛，大概是就是教教育。我们先听陶杰先生怎么说的。大家好，大家好，陶杰先生好。你好，你好啊！哎呀，美国一正常，世界就出新闻；美国一不正常，世界都没有新闻了。你看，美国现在政权稳定了以后，开始缅甸就出事情了，
缅甸突然产生政变。不过讲到缅甸呢，有一个事情跟香港有关，那就是呢，缅甸有一个华人叫胡文甫啊，那么他在1938年3月9日在香港创办了一份呢这个《星岛日报》，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当上的华人只要有一点钱，跟现在的美国人一样的，美国人有一点钱，什么贝佐斯啊、比尔盖茨啊，还有这个还有谁啊，巴菲特啊，哪一个人有了钱都要办报纸啊，都要办媒体，当时为什么30年代的一个缅甸华人胡文甫会想到到香港的办一份《星岛日报》？这份报纸您了解吗？因为最近这个《星岛日报》啊，何志国先生把他的股权20%卖给了一个女孩子，一个女性，也不能女孩子吧，27岁啊，对，对吧？啊，对对对，这个事情谈了好久了。这个何柱国先生跟我很熟，我也知道他在卖报的，哎，很熟很熟，老朋友了，哎呀，啊，政协常委嘛，是不是？对，哎呀，我陶杰交朋友，您跟陶杰还有这么的高见啊？啊，我陶杰交朋友啊，这个爱国的也有，反共的也有，什么乱七八糟，左的也有，右的也有，是不是？哎，何柱国他是这个人是蛮有趣的。虽然70岁像个老顽童啊，这个他从胡先手上买的这个，这个《星岛日报》是应该如果没有记错，应该差不多10几年前买的，差不多20多年前，20多年前买的，一很便宜，很便宜，因为胡先，因为当时他胡先缺钱了嘛，对对，他缺钱，因为他到这个澳洲搞这个房地产呢、啊。结果亏了一大笔，而且呢，这个面对21世纪啊，胡仙女士报纸也办不下去了。但胡仙女士是一位非常善良的，这个一位大家闺秀，秀心地很好。但是呢，她这个办这个报纸在后期啊，也有点的力不从心。啊，她在50、60年代的时候，她是对这个知识分子非常好的。他付这个《星岛日报》付的这个稿费、啊、是全香港最高的、啊、我在中学的时候在《星岛日报》《星岛晚报》这投稿，投过漫画，也投过散文呢、啊。每个月我就到了这个北角的新闻大厦啊去等领钱了、啊。他那个钱是比什么《明报》了、什么《左派》《新晚报》什么都要高，所以呢，这个胡仙女士，我觉得我是对她是非常尊敬的，是不是？对，胡仙还被江泽民接到中南海谈了很久，哎，当然政治方面，胡仙女士可能有一点的天真啦，啊，哎，当时有关方面叫她搞个《身心时报》，对不对？对，啊，跟她说了，答应了很非常美好的前进，是不是？啊，然后当然这个报纸后来这个下场如何的，这也不用我多说，是不是？嗯啊，这个海外华侨呢，通常呢，因为爱祖国啦，啊，有这个乡情啦，有同胞爱啦，往往啊，把对这个政治啊看的是比较简单，嗯，当然也不能够说共产党骗他，没有，啊，这个，他自己对于这个大陆这个市场可能有一点不是太，现实的幻想，啊，对，不但是胡仙女士有幻想。中国时报、联合报两位老板都有幻想。我当时就被余纪中先生从纽约啊叫到了香港。我在香港待一年，我们的老板就是想要我去发展中国大陆市场。我就告诉他，在中国什么都可以做，就是报纸不能做。但是呢，两位老总啊，两位老板啊，这么资深的国民党的中常委。对工会都不大，真的不了解。哎，这两家报纸，我觉得这两位余纪中跟王替武，我就觉得奇怪了。嗯，他们是跟蒋老先生一起啊，从大陆拨迁到台湾的。嗯，他们是跟胡师之先生应该是一代的。对，胡师之不是在这有一句名言，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但是在毛泽东共产党之下，自由是有与无的分别。
那么于启忠跟王惕吾这两位都是非常资深的国民党党员啊，跑到台湾去吃了牛肉面去了几十年，为什么那点的本能都退化了，居然呢有这么美丽的性幻想啊，想在这个香港啊做一个跳板进去大陆去搞 boss 啊，是不是啊啊，这么赖我赖我就是说句这个他妈的这个是比较老实说，是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是我陶杰想跟这个月亮里的嫦娥啊上床吧，是不是啊对不对哎呀，这个于先生呢、啊、他呀这个和王惕吾两位啊都是反抗日反将反共的，但是呢福星去了这个北京中南海，一见了这个谁，见了这个江泽民，政治立场就很大的改变。新岛日报很长时间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多少多少年啊，不是写的公元啊，你还记得吗？我记得，对啊，记得，我就改变了。然后这个我出来看新岛日报，那个上面一款文章就是极端反共的文章，反共作家写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我的老板吴先生一见到江泽民一谈，在中南海一谈一回来，就跟李登辉报告啊，两岸统一纲领，他写一个东西啊给这个李登辉总统，然后我还把我从啊纽约叫过去跟他讲，要给他的这个啊两岸统一纲要提意见。我是台湾最好最好的东西，就是说不要赌不要捅啊，就是偏安一方啊，就是天堂。于先生很不满意啊，他就是说我有一点情节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理解啊，包括美国人，你别看在美国生活了一辈子，他一去了中国，一到了中人民大会堂，他就傻了。你像那个梅开多，那个世界上的这个梅杜开，对吧，他居于在人民大会堂的那个台阶上啊，等了这个丁万根等到了半个小时啊，那种权力的感觉只有在北京才发出它的光芒，一旦进入了那个光芒，谁都受不了，很奇怪，为什么是这样啊？这里头有一套非常精深的学问啊，这个恐怕要从这个法裔符号学，这位思想大师叫罗兰·巴特说起。这个罗兰·巴特呢，他是位法语的文化学的这个专家啊，这他有一套理论，就人类的世界，我们所看到所有的这个物象全是一套符号，那么这个符号在不同的眼呢，不同的人的眼睛里头看了以后会有不同的心理反应啊。比方讲你去了北京，你看到一套这个符号是在纽约、伦敦、香港、东京看不到的。比方讲这个人民大会堂，这个非常宏伟的斯大林风格这个建筑，它那个圆柱啊就跟那个希腊的神殿差不多。然后呢你这个进人民大会堂进领导人呢、这个石阶梯啊共有我不知道有几十级。就等于是走上一个圣坛一样的。当年撒切尔夫人去见这个邓小平，邓小平非常聪明利用的这个符号学。你不是很那个很牛逼吗？你不是打了霍克兰吗？对不对？乌克兰吗？你来了是不是想谈香港续约啊？好，我就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去见你。然后呢这个邓小平故意怠慢，来晚20分钟。那么撒切尔夫人就在这个福建厅啊，这个会客厅外面拿这个手袋就干等。那时候到处去看，第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第二这个梁柱啊非常的宏伟，第三那个门呢在这个走廊的深处。然后呢这个邓小平呢20分钟。管到了，然后这个大门一下子打开，邓小平就站在里面，然后呢就叫你撒切尔夫人自动走过去。举例，现在你看看中央电视台联播，
凡是什么 G20 啦，什么什么这种什么高峰会议啊，我管你是德国默克尔夫人呢、啊、还奥巴马，如果中国当东道国开的这些国际会议，我不管你是美国、英国、德国的，你来了见这个中共总书记或者是国家主席，东道主那双腿是牢牢钉在这个地板上，他不会往前挪一步。你来了以后，你吹钱的跟他握手啊，他不会说哎，远远看见你过来他也过去，然后每人走五步在当中握手，他不会的，他站在当中你过来握手，这就是文化符号的心理学，对不对？所以这个沙切尔夫人一看、嗯、这个天花板很高，那个门很深，然后呢这个门一打开，邓小平在里头，虽然是个矮个子，但是就有个皇帝气派。然后邓小平说哎呀抱歉啊，我刚才哎，我今天呢是见金日成主席啊，见晚了，所以呢就晚了20分钟啊。邓小平这样说，就让你沙切夫人知道，你在我心目中，你大英帝国比不上一个北朝鲜啊。所以这种话呢什么全都有一个文化的这个符号心理学在里边，嗯，是吧？啊，然后香港总督彭定康来了香港，1992年，获港澳办邀请去访问北京，让他参观什么紫禁城、故宫，啊，你不是大英帝国的末代港督吗？你这帝国吗？我让老子让你看看明清帝国这个建筑的气派。然后红墙绿瓦，然后太和殿、中和殿，啊，让你走走走走走上梯级，然后这个太和殿里头看看，然后啊后面一走再走下来再走这个梯级，你这个人对这个5000年的文化没有了解，啊，你一进去啊，你这是东南西北摸不着方向，这一手的对这个小黑子奥巴马就耍过。让他到瀛台去见习近平，瀛台啊，中南海里头，三面环水的。好了，你川普来了，就到太和殿、故宫见这个川普，与这个川普啊一起游，因为你川普是个上，但是这一套对川普毫无作用，他没有文化，他来了以后要看看啊，这不是这就是你们5000年文化？哦。对他没有作用，所以川普这个人气场强大、啊、你在他身上耍这些花招啊没有用，但在奥巴马，在这个沙切尔夫人，在老布什跟尼克松跟基辛格这等的人物，那就很有效，这叫文化符号学，这是罗兰巴特这个发明的、嗯好，我们现在还是要转回我们这一件上讨论的这个正题，就是缅甸这一次的这个政变啊。我们知道这个胡文虎，星岛日报的这个创始人，也就是胡仙，好像是胡文虎的养女吧。那么这个啊，胡仙啊，这个胡文虎在旧金山去世之后，是不是后来蛮回到了这个香港，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这个那个时候为什么华人在这个缅甸有这么高的地位，这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缅甸呢是缅北跟缅南不同，缅北的这个福建人多一点，对啊，缅南呢是广东人多一点啊，嗯嗯，这个缅甸的华侨呢，因为什么多呢？还是要非谢谢这个英国的殖民主义，就等于说英国人先占了一个地方，他慧眼先发现那里有自然资源。有了自然资源的话，要把这个资源弄出来，然后呢要运出去啊。那然后呢他靠这个土著来干劳工，但是他缺乏的是中间的管理层，所以呢到了缅甸以后，马来亚也好啊，都是中国人华人呢、啊、听到那边有机会，那就乘船呢到这些地方，当初也是蛮辛苦的，但是因为华人的脑子灵啊啊，像郭鹤年，马来亚的郭鹤年，印尼的林少良，
啊，缅甸的吴文虎都是福建人，是不是？对，所以呢，为什么这南洋富商有这么嫁陈嘉庚啊、陈六十啊、郭鹤年呢？啊，我们饮水思源要感谢谁呢？感谢英帝国主义。没有英帝国主义，哪有这么多什么霍英东啊、李嘉诚啊、啊什么什么郭鹤年，没有，是不是？所以我陶杰是实事求是，啊，您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这个胡文虎呢，那个时候也是个福建，啊，这个也是个福建人，是吧？对，啊，他是他的父亲，就已经在缅甸了，他是在缅甸出生的，胡文虎、胡文豹。对，这个一虎一豹啊，然后就创办这个万金油。万金油在改革开放以后呢，也在大陆卖的很多，是不是啊？我们每个人都用 因为万金油就是叫什么叫万金油，什么东西有问题都是万金油。比如说你感冒了，涂一下好了；比如说你身上过敏，涂一下好了；然后你被蚊子咬一下，涂一下好了。我们叫万金油，叫什么都可以用万金油，是这个意思。是我们比较讽刺，我们记者叫万金油的意思就是说你什么都可以做。再加上这个，后来我就补充一句，他这办这个星岛日报，当然这也是很多海外华侨他对中国文化啊，这个有一种向往啊，有了钱呢，他办这个报纸就能够雇佣一些文化人，对，啊，所以呢，这个无论是这个，胡文虎啊，还是现在这个马来的这个木材大王张小青啊，他都是比较喜欢中华文化的人，是不是？对，所以呢，就那个时候办这个《星岛日报》，而且风行呢，南洋，因为南洋的华侨啊就越来越多了啊。对，这个呢，《星岛日报》，我要补充一句，到后期啊，40年代末期啊。他在香港啊也被这个白区啊中国的中共方面的人呢，也打进去了，是吧？所以呢他就带头第一章说广州天亮了，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大标题啊，庆报道这个广州解放，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四个星岛日报的记者，他以为留在广州迎接解放就没事，结果被解放军抓起来，说他们是国民党特务，全部枪毙了。所以呢，这个《星岛日报》在香港本来想起义投诚，但是因为这四个文化人被枪毙，这事情倒对这个吴文虎的打击也非常大，所以呢，他猛地醒悟过来，又把这个《星岛日报》报头就改成中华民国了，是不是？哦，那么一直到胡先呢，啊，去大陆的时候，他又忘了这四条人命的历史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华侨啊，我跟你说，我不能说华侨好骗，华侨呢就是脑子里头可能就是长少了一根弦，不是说不爱国，爱国，爱国好不好？很好啊，但是呢，他爱国的同时，可能这个记性是有一点的缺陷，是不是？不过这个是人家啊，他也是他胡先自己的权利了，是不是？人一走茶就凉，你身上手上没有报纸了，那你又不是政协了，又什么不是什么？好了，你这个星岛既然卖给这个合作国了，合作国就是政协常委，还轮不到胡先了，是不是？对，政协常委，中国大陆就相当于正部级干部。听说合作国先生要显抬手，是真的假的？啊，这个我没听说过。不过如果他要当特首呢，他也不是没有资格的啊。因为他现在跟中国啦、美国啦这种种方面这个关系还不错的。不过应该我没听说过啊。OK， 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这个缅甸政变。对这一次政变，您有什么样的感想？我这个政变，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呗，对不对？就像913啊，这个时机成熟了，总有这么一点事情的发生。这个政变就刚刚好发生在川普下台，这个是时机的巧合还是什么？当然，很多人就猜测这个后面这个推手到底是谁，到底是不是中国幕后搞的，还是美国？看样子，拜登呢气急败坏的这个谴责呢，不像是拜登。
这要不就是中国呢，这也很难说。为什么？因为这个昂山素季跟民选的这个温敏呢，对于这个一带一路是非常的支持的。2018年、2018年这个昂山素季去访问过北京啊，然后习近平也访问过这个缅甸。而且呢，这个2200公里这个边界啊，基本上是跟中国跟缅甸呢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而且呢，这个一带一路包括一条油管呢、从这个云南一直贯穿这个缅甸一直到印度洋，是不是、因为这个一带一路呢，把这个柬埔寨做一个试点是很成功的。比方讲，就弄成了一个西哈努克城，那里头啊，吃香喝辣，夜夜笙歌，又是什么洗脚店啦、又是什么卡拉 OK 啦。我现在认识一些朋友还在西哈努克城呢，还拼命叫我过去玩。我说我现在怎么玩呢？怎么跑不动、这里好啊，这个一国带一路这个试点很成功啊，陶晶你要来看看，开开眼界。我们这中国人真的很威风啊，全说中文，而且很多地方用人民币。所以如果在柬埔寨建成这个试点呢，完全可以把缅甸变成第二个柬埔寨。所以呢，这个昂山素季跟那个温敏呢跟中国的关系很好，除非发现他最近不老实，比方讲是不是跟蓬佩奥有一腿啊，什么这个那个了，所以把他给搞掉啊。不然的话，中国没有理由是这一次幕后政变的推手。我想你讲的对，根据我们的了解，中国和美国都不是幕后黑手，都不是，是他们自己搞的，是军方自己搞的。反而有一个嫌疑的是谁呢？印度。对，2017年印度政府邀请过现在的这个政变的军人头头啊，这个叫这个敏昂莱，对，访问过印度，跟印度总理穆迪谈过的啊。那你印度为什么广是只是邀请这位军人的头目去这个访问呢？那得要跟问问穆迪跟这个叫敏昂莱，那你们这哥俩这两个人当时交了什么心呢？只要他们两个人才知道。那么印度是不是已经跟敏良癌2017年已经搭上了线？而庞贝奥在下台前呢，曾经去过印度，又跟这个穆迪的耳朵边说了点悄悄话呢。这我自己想象啊，我这个纯粹是想象，没有证据，没证据的话不能实说啊。所以会不会是因为通过印度跟庞贝奥这条线啊，对这个印度的军方啊打了个招呼，然后这个拜登老人痴呆一坐上来啊，都不知道前朝发生什么事情，哎，出事了，这干嘛？哎呀，这个昂山素季不是我们的人吗？啊，怎么被他抓了？他就一开口就谴责啊，所以我说这个拜登脑子不行呢，你至少要查明来龙去脉，是不是？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想啊，这个当初这个是这条线连不连到这个蓬佩奥的那头，我不知道啊，小说家言。但是我想，没有证据之下，应当是这个军人头目他自己搞的。对，他是权力，他因为很快退下来了，他不甘心这一次的选举，都被这个昂山素季给拉走了。那您对昂山素季怎么看呢？昂山素季这个。又怎么看呢？成王败寇啊，我倒觉得他今天这个下场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昂山素季30年来是被欧美的白左精心培养的一尊观音菩萨，说他是这个亚洲啊东亚的这个民主女神，一向崇尚这个非暴力啊，这个民主自由啊，好莱坞还找这个法国名导演陆克比桑给他拍的一个传记的宣传电影，找了杨紫琼来演。这个片名就叫熟女图 The Lady。 哎呀，我这一看，哎呀，怎么这个昂山素季在这个电影里头这个形象啊
啊，就有点像海港里头这个江水音呢、啊。啊，不是这个贤良淑德啊，这个形象伟光正，哎、啊，我都看着都很感动，对不对？哇，他又非暴力啦，又是什么一个人面对这个军政府的千军万马啦，是不是、啊？不怕死啦，多次的软禁啦，而且有这么宏大的感召力，哎，没想到他妈的，他当选以后。来一个对罗兴亚少数族裔的大屠杀，种族清洗、啊嗯、是军方干的、但是他没有反对，哎，他居然还跟他也很有关系，他是执政、嗯、他没有反对，而且他支持、嗯、而且他跑到瑞士国际的这个、会议上还为这个大清洗而辩护，荷兰海牙法庭，荷兰海牙法庭还振振有词、嗯，所以这个昂山素季的问题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说什么西方的什么自由主义分子，他们心底里头就是种族主义者，我从来不相信他们那套什么大爱包容。嗯啊，我看这个川普至少没有在墨西哥边境呢、啊、向那些少数族裔的非法移民开枪，但是昂山素季一得到权力以后就在边境大清洗。那纽约时报的这个中文版还说川普是法西斯主义者，那么纽约时报三十年来把昂山素季啊吹捧成亚洲的民主慈善女神，那么请问是谁是法西斯？昂山素季就是法西斯，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一下子杀了五个不多，而且2017年纽约时报派两个记者去采访，就被昂山素季的民选政府下令给抓起来，判了七年，你记得吗？啊，那是纽约时报还是路透社呀、啊？路透社，纽约没有纽，路透社，路透社，路透社一个，路透社，对，对，好了，那这下子呢，就把这些白左啊就看蒙了眼了、啊，他们就好像在这个观音庙里头的一批这种老太太啊，一直对着这个观音磕头。以为啊这个救苦救苦救难啊这个慈悲菩萨，忽然这个他妈的这个观音啊这个眼睛一睁，噼里啪啦走下神坛，从这个神台底下拿出一把刀，然后冲到庙外，看见这些非法摆卖这种小贩啊，啊然后拿这个刀啊这么乱砍一通。哎，观音显灵如果是这个样子，要我是在那个观音庙里头拜的半辈子我都吓得自己发精神病，是不是、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昂山素季这个我觉得他后来变成这个样子，哎，但是你不能够说他是法西斯、哎、他是民选的，他这个政府是民选的，而且缅甸自古以来100多个民族都是佛教国家，对，没有伊斯兰的世界，80%都是佛教人，80%多、啊、自古以来罗兴亚不属于缅甸、啊、对，昂山素季他没说错啊，是不是、啊、嗯，对不对啊、嗯、哎，罗兴亚是哪来的，就是英国人撤走以前呢、啊、留下的地雷啊，罗兴亚来自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由于英国要招劳工，要在缅甸的这个边界发展，就招来了一批，然后呢他撤出以后呢他就不管了，是不是、啊、然后这个罗兴亚的少数族裔就住在那啊，我就记得奥巴马时代这个希拉里就到仰光啊，指名要见昂山素季，这个姐妹俩一看一见到手牵手又是拥抱啊，我一看就看好像这个谢晋那个舞台姐妹啊，一个叫曹寅娣，一个叫什么谢芳、那个女主角是谁啊，是不是谢芳啊，这个两个像舞台姐妹一样啊，这里头还有女同性恋的一点点的这个味道。你想象太丰富了。哎，这希拉里穿个裤子啊，对不对啊，然后这昂山素季俄罗多姿穿的这个很苗条很苗条。希拉里这个婆娘一去啊，就像个男人，昂山素季那个东方的女性美非常的浓烈，
我这一看就他妈的 lesbian 这两个人、啊、不过不要紧，不过不要紧，这个充满美感是不是？哎，没想到这个昂山素季一得到权力马上青面獠牙，对不对？然后把整个罗兴亚给灭掉。那么我请问，这样的民主，这样的政府是民主政府还是民粹呢？还是民粹呢？现在民粹和民主有时候分不清楚。您说如果昂山素季向西方妥协，要正善待罗兴亚人，那他在缅甸就得不到支持，他得不到选票。我认为他做的对啊，缅甸第一啊，缅甸主流的民意要我这么干，我就这么干，对不起，对不对？啊，要你在选择，你来接收好不好？啊，他当然对这个暴力镇压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你说他这样不对，那你的这个罗兴亚的这个自古以来又不是缅甸的大家庭，那么也叫孟加拉国去接收好了吧？你这个联合国这帮人在那吃闲饭呢、啊？联合国不是有个难民专员公署吗？为什么联合国你不派一些人呢、啊？过去啊，去照顾罗兴亚的这个少数族裔，把他运到德国好不好？运到欧盟呢、啊？欧盟不是收了110万人吗？是不是？那你要不管，让罗兴亚的这些可怜的、啊、这些老太太啊、小孩啊，就被这个昂山素季政权呐、啊、那个军队啊。杀了很多处决，是不是？所以这种民族啊，你说可笑吧？啊，你这个西方白左你怎么解释啊？啊，忽然就看见，不知道怎么办啊，就把这个昂山素季的什么什么牛津大学院士啊，什么诺贝尔和平奖啊，通通给收回来，不知可笑。诺贝尔和平奖还没有收回来，还没有，其他收了还没收回来，这不可笑吗？可笑吧，对不对？一场闹剧。好了，今天。啊，我要这样说，如果他被政变推翻，啊，这是也他自己自招的。我们从这个因果报应啊，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个佛家的这个理论来说，缅甸不是佛教国家吗？这个昂山素季是得到报应的，是不是？而且我非常高兴的就是说。这个联合国想通过一个谴责缅甸政变的决议被中国拦住了。中国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他不喜欢他可以投票否决，你拿他没办法，是不是？所以呢，你又没得谴责，那我看你拜登怎么样，你去制裁啊，你去制裁，制裁的更好，整个军政府再向中国进一步一面倒啊！你制裁了，你这个缅甸没有什么资金呢、啊？不怕，我有一带一路啊，我有过剩的产能啊，我有水泥啊，我有钢材啊，要不要啊？啊，我有工程人员、啊。你是不仅靠中国，你们香港人特别喜欢这个缅甸，在缅甸得到的位置里面，香港占了28%啊，对呀、啊，排名第二、啊，第一位是谁啊？第一位是新加坡，是第一位新加坡啊。所以这个事情争辩了以后，如果导致缅甸进一步倒向中国，新加坡跟香港全部都是啊获利者，是不是、啊嗯、所以这个中国在这个安理会把这个谴责否决了，我认为这个做的对啊，谴责什么、嗯、而且日本人在这个缅甸的投资超过了中国，日本人在缅甸有那个丰田汽车的啊生产线马上就恢复了，他说我们不能像以前傻乎乎跟着美国一起制裁，我们就撤离以后我们把市场让给中国人了，干什么？对对，所以呢，我巴不得你拜登呢美国带头制裁，制裁了更好，制裁了以后就由中国跟日本，我们大东亚两大文明国家联手啊，去带领这个缅甸走向文明，是不是？资金呢中国也去，日本也去，我们香港人、新加坡才去，都去，就完成了这个昂山呢、啊，这个缅甸的国父啊，就是昂山素季的老爸，他当年他生前参加过日军到海南岛受过军训的昂山啊，坚决支持大东亚共荣圈，
嗯啊，所以呢，我陶杰讲话非常的客观独立，是不是？嗯嗯啊，我认为这个政变，政变又怎么样？政变又政变了，舞弊，舞弊又怎么样？所以我当时当政变的时候，我是真政府会继续开放，因为开放对他有好处啊。您说了是不是？一定开放的，问题是，其实这政变也是缅甸的内政，是不是？嗯，对，像南美洲一样，几十年谁不政变呢？这个智利也政变嘛？你这个这个什么基辛格，1973年对这个阿连德啊，人家是民选的社会主义，这个政府啊，你照样这叫这个，支持这个皮诺切特把这个阿连特把他给推翻了，人都枪毙了，是不是？嗯啊，所以即便这一次中国支持这个军方来把这个昂山素季搞掉又怎么样啊？啊，嗯，是不是？啊，我就怀疑现在这个昂山素季在偷汉，啊，偷谁呀？偷你蓬佩奥，啊，我就玩一场政变来试试，有没有证据？没有，没有，老子喜欢我就来弄场政变来看看，啊，就考考你这个拜登到底是不是真正老人痴呆，啊，也可以这么样，是不是？反正现在昂山素季没有危险了，只软禁起来而已，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事情不要把它看得这么大，大不流血的政变啊，不流血，这个小事一桩，大国博弈这一件是小事情，是不是？哎，在这个星期我们还有发生一个事情，请您简单评论一下，就是越南的共产党也进行了这个第三任连任。哎，原来说越南要搞改革，搞了半天，他也学了这个中国大陆第三任连任这个总书记，而且年龄也70多岁了。您觉得越南的情况你了解吗？他们的变革的情况？越南呢？越南本来是共产党国家里头是搞党内民主搞得不错的，对，是吧？啊，在这个是刷国仅存的四个。共产国家里头，越南呢是这个总书记是可以党内选举的，啊，这个也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是不是？嗯，啊，可能呢，这但是越南到底是一个汉化程度非常深的，啊，这么一个国家，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啊，所以呢，他的这个到老了以后连任呢。这个在连任呢，而且这个是最近是全世界的潮流吧，是不是？啊，普京啊，习近平啊，都是这样。那么小越南也学啊，啊，这个也是不足为奇的，是不是？